碎玻璃擦手掌，三十年不知。一名55岁男子日前发生车祸，照 X 光时意外发现掌心内有异物，医生开刀后发现竟是一块长约2公分的玻璃。患者透露，可能是30年前当兵时跑步摔倒时所留下。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啊，没有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啊，这也是比较罕见的。印象有这个肿块是从当兵那时候就开始有。我们把它皮掀起来以后，它还包在肉里面。这个已经是把它肉给劈开了，一劈开，然后这亮亮的这地方是异物哈，就是这一块玻璃，还带血。医师表示，这块玻璃刚好没有压迫到神经，也恰好无严重感染，人与玻璃才能和平共处30年。但人体留有异物其实很危险，若引起感染恐丧命。民众若有类似状况，应立即就医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